大家好，我是哈雷蜜。哈雷蜜现在来到了 Sakana Bay 这家回转寿司店，然后它在涩谷这边其实算是非常有名的寿司店，因为它的寿司呢种类非常非常繁多之外，然后它还有乌龙面啊，各种小菜啊，炸物可以选择，而且寿司你点完之后，它会用高速的飞过来送到你面前，然后你前面呢每个人都有一台像是小电脑的东西，更棒的是它里面有各种语言可以选择，所以你来这边也不怕看不懂日本人啊，他们很怕一个人吃饭，所以呢这边做的很像图书馆，你看是一小格一小格的，你一个人吃饭也不会尴尬。现在想要来看一下这个，那我们按下去咯，这个就是代表是要点它 Jumon Suru。 哈雷蜜刚刚点的寿司就这样飞快的冲过来之后，满满的寿司现在在我的桌上，让我先试吃一下给大家看。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吃寿司的一个小小的诀窍，就是日本人不会把醋饭直接沾酱油，他们其实是会让它倒下来，然后让鱼片的部分沾到酱油，沾一点点，然后直接吃。这鲔鱼真的是新鲜到不行，入口即化，好好吃哦！要怎么吃这种军舰寿司呢？拿姜片之后呢，沾酱油，然后把姜片上的酱油呢沾在这个上面，这样，然后呢才开始吃，这才是日本吃军舰寿司的正确礼仪，非常好吃，这个真的太赞了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可以吃个三盘。我现在饱到讲不出话，吃太多了。这不是我吃的啦，摄影师吃了十盘，我只吃两盘。摄影师你吃十盘吧。虽然说我只吃两盘就饱到不行，其他都是摄影师吃的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好饱，因为我是小鸟胃。它的寿司真的还蛮新鲜，蛮好吃，而且价钱真的不会很便宜。如果你们有来日本的话，记得来吃吃看哦，而且还有好吃的甜点哦。下次见，拜。因为我们吃的够多盘，所以现在他可以给我们玩寿司转盘呐、啊。哦，来咯，转咯，好紧张哦。咱们没一道。